呀？啥事情嘛，姐儿？哎，那个哎，吴开枪，啥子嘛？不高兴呐？哎呀，还不是黄仁康杨二是跌了嘛？啥子跌了哟？涨了。涨了，好噻。涨惨了。哎呀，好噻。哎，张妹妹，涨了好多嘛？高的是180，低的是120啊。哎呦，高的180啊，高的180，低的120啊。耶，张妹妹，今天的股市那硬是那个临江门，你何故翻翻涨啊？哎，张妹妹，你说的是哪一只股哦？喂，嘿嘿，什么股啊？我明明说的是血压，血，高压180，低压120。哎呀，张妹妹，结果你说的是血压嗦。张妹妹，我说嘛，那个要是你那个高压能够高到380，低压能够低到220，那你都是个变压器。我跟你说嘛，我们家里还那个周围环境那个片区的电网改造，就没得问题的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还哪有心情跟你说这些哟？哎呀，张伯伯，哎呀，不外乎都是血压高个嘛，还哪里背得着那个愁眉苦脸的嘛？是。哎，张伯伯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有高血压耶。是啊，哎，哪个晓得呀？我今天去检查，医生就给我说了，幸亏发现的及时啊。哦，久了呀，那会很生很多病的呀。真的啊？哎，什么这个，脑血栓、心血栓、这个肠血栓、肺血栓。哎呀，你想一个人叫这么多东西把你栓住了，你还能活吗你？哦，那倒是。哎，还有什么，脑梗阻，哎，这个脑梗阻、胸梗阻。心梗阻、肺梗阻、肠梗阻，哎，你说这个人体里头叫这么多东西把你给阻住了，你还能活吗？哦，那是。你们想一想，我要是真的得了这些病，那我到股市去炒股，我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啊。哎呀，所以我还想哎，这个人呐，还是身体是本钱哦。嗯，对对对。哎，张伯伯，那医生说啷个预防嘛？预防嘛，就是叫你多休息，多注意检查身体。哦，检查身体啊？哦，有没有那个恼火？哎呀，你可不能大意啊，药婶儿。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呐，医生说啊，最容易患病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张妹妹，哎，你来给我看一下我的血压呀。你的血压呀？你的血压我看就知道了嘛，那个不是高，就是低，哎，要不然就是这个啊，不高不低。哦呀，废话哟！我又不是医生，我哪个晓得你的血压高啊低的啊？不过人家医生说了，这个高血压呢，都容易引起脂肪肝、脑溢血。这个血压要是低了呀。那就容易，哎，就说这个供血啊，供氧啊，它不足了，哎，就容易引起老年痴呆。有，你想啊，药婶儿，你要是得了个老年痴呆，那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说话、说黄话、开黄腔，那刘卫东他们还不笑你啊？老年痴呆，那啷个办嘛噻？也医生说了。要注意保养，注意休息，哎，还要经常的去体检。体检呐？啊。体检。对。哎呀，哪个体检得起嘛？是恁个贵。不是，张伯伯，现在听说到医院去体检不得了，贵得很。是。是啊，哎，我这回去体检就花了100多。哦，哎呀，100多啊。啊，哎呦，是活抢人喽！我拿到这个检查费的单子一看呐，差点倒下去。啊！但是我想到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，哎，黄继光舍身堵机枪眼的那个精神，哦，我没倒下去。你想，这个高血压我没倒下去，我看见那个收费单，我倒下去了。哎，这就足以说明那个检查费呀。太高了，对。你们想一想啊，你们本来没有高血压，对。可是你们只要看到那个检查费的单子啊，你们的血压肯定会直线上扬。哦，那简直就比
比股市那个红线啊，它上扬的还要快呀、啊！哎呀，你看嘛，一说话又说到股市里头去了。哎，老师，我都有个办法。哎，你白小军儿嘛，他是医生噻、啊，我们可以喊他来给我们体检噻，经常给你们那些老年人体检哈啊那些。哎呀，别个那个白小军是妇产科医生的嘛，你喊他检查哈儿娃儿的他的胎位呀那些还可以。哎，妇产科医生啷个嘛？哎，但是他懂得还是多噻。哦，鲤鱼都像你人高，你啥子都不懂。不懂。哦。喂。哦，周姐比啊，真的，幺三。哦，好。电话。刘伟都在大包包滚钱，你知道吗？很烦。喂。哦，我是周德彪，我是周德彪，你哪里啊？哦，你是明星大药房啊？哦，啥事？哦，珊珊，你要免费在我们家里还来体检呢？哎呀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呦，老好的哟，请都请不来。啊，哈哈，要得要得，好，我们一定准备好，一定准备好哈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哎呀，哎，幺三。有人要来给我免费体检呐、啊？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什么什么？哎，免费体检啊？哎呀，搞什么呀？搞这个？哎，什么早不免费，晚不免费？哎，单单我花钱去检查了身体以后，他免费体检了。哎，可惜了我那100多块钱哦。哎呦，我得赶紧吃药去了。我这血压肯定上来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配合医生的体检，那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哦。哎呀，幺婶儿，我也不晓得那个体检跟你那个政治任务有啥子关系。哎，啷个没得关系啊？哎，那个身体嘛是革命的本钱噻，那个身体好了，哎，才有精神，才有体力，哎，去干革命噻。哎，幺婶幺婶，少说两句啦，那我们这。等着体检的嘛。哎，张永涵，你昨天来检查了身体，今天你来打啥子斗臭嘛？是这怎么叫打斗臭啊？昨天嘛，我是自己掏钱体检的嘛。哎，现在他是免费体检嘛，我当然可以再检查一次哦。对头对头，没啥子的，不管你是好久检查的，在我们这儿都可以再复查一道。今天呢，我还专门带来了一个仪器，就是那个电子检测仪。哎，快得很咯，你们挨着挨着起来嘛。好，要得得。哎，大家不要拥挤哈，反正我们家里还是人又不多，挨着挨着来哈。哎，对头对头。那么就请大家依次把手放到上面去摸一下，好，然后啊，我都可以通过那个仪器的数据，都可以检测出大家有啥子不正常。哦。哎，幺三儿，你先来嘛，你昨天不是说腰杆很痛的嘛？哎，哪里能让我先来呀？哎呀，还是让同志们先来，同志们先来吧。那就让同志们我先来。好，来。哎，医生。你看一下，我有啥子病没得？你平时有些啥子症状啊？我平时就是腰杆很爱痛。哎，好，你等一下哈。哎。哦。周代表，你是缺钙造成的骨质疏松。哦，怪说不得，要是腰杆要痛哦。哦，我们那儿啊有一种药。有一种特效药，叫做万全大
补液，专门补钙的。哎，医生啊，哎，你站下喂，你看我的身体怎么样哈？啊，好的好的，来，啊，多谢。哎，可以出来了哈。哎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哦，蔡先生，根据我们一个数据的显示，哎，你呀哈，也缺钙。医生，你搞错没得，我怎么可能缺钙呀？我那身体那的，不是你看那的弄个好，我就吃得好，用还吃得。哎，那你那些明星吃得好不嘛？明星，我那了我又敢跟他们比啊？难道你就没看电视？哎，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当今中国的影视界都集体缺钙呀？哦，医生，你莫说哈，你恁个一说，我就想起来了啊。哎，我最近那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啊，经常都看到很多很多的明星，他们都那个自我介绍，说最近总是缺钙，哎，等于先是等于痛苦的说他一番的那个缺钙的症状，是不是嘛？好，然后啊，最后都语重心长的说一句，我们都要补钙。是吧？其实我看了又没得啥子的，主要是我们家里还那个蔡强云呢，他看了过后着急得不得了。为啥子？哎呀，你不晓得，等于那个里面呢有一个是他的啥子偶像哦。哦。等于严重缺钙。哦。你看嘛，他前一段时间等于还给别个借了三瓶那个补钙那个钙片呢，三瓶。哎，刘伟东，你不要在那里打胡乱说哈，我好久借了三瓶钙片的哦。哎，那天你个人说你去给那个明星寄钙片去了，知道吗？结果你搞半天你没有寄，说好，算我说错了，算我。是说错了噻，我明明寄的是五瓶。啊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那明星都要缺钙，你要是不能缺的嘛？嗯。哎，医生，哎，你看我缺什么呀？哎，好好好，来点菜。啊，你缺锌？哎，缺锌，我还少肺也缺锌。哎呀，我是说的金属的锌。金属的锌，哎，我怎么会缺锌呢？那个样子稀奇的嘛。哎，现在好多明星呢，都集体缺锌呐。哦。那你为啥子不能缺了喂？哎呀，怪说不得哦。哎，现在有些电视，哎呀，好难看了哦。哎，结果就是那些明星，哎，缺心少肺的说，哎呀，医生嘞，哎，一个人没心没肺的，你们俩活得成呐还？要噻，啷个活不成呢？你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说刘卫东没心没肺的，你看嘛，他还不是让你活得上好吧好的？要噻，被医生说那个缺心，不是那个心，是那个心。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哎呀，反正不管啥子心，哎，只要没得心，反正都不行。老人家说得对，心呐、啊、是在人体里面是不可缺少的，心也是补脑的一样重要元素。哎，现在是啥子年代？哎，啥子年代？哎呀，是知识爆炸的年代呀、啊。哎，人一天要损耗好多脑细胞哦，要是不赶紧补，那还得了？早晚有一天要用完的呀。别个不是说胡子越刮越肯长，那大脑越空少的嘛？哎，那些是土话，做不到数的。嗯。那啷个办呢？补锌，也只有补锌。哎，正好我那里有一种特效药，叫做万全大补液，专门补锌。哎，医生，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万全大补液也是专门补钙的嘛？你咋个又补锌了呢？它是万全大补液的嘛？它缺啥子，它补啥子。哦，未必一个人缺的东西还多嗦。看来大家对自己缺少某种元素还不大明白。对啊，那么下面呢，我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我们医学的研究成果。嗯。来，大家看哈。据国际医学权威机构研究证明，全国1/2的人体内缺钙，1/3的人体内需要补铁，1/5的人呢体内啊还缺锌，男同胞70%肾虚，女同志80%体内有毒，
有毒啊！哎，那么说来，认识还有一小说阶级的人，亡我之心不死。哎呀，医生，你看我身上有啥子毒嘛？是不是耗子药啊？敌敌畏那些？我说的呀，不是耗子药，也不是敌敌畏那些毒。哦，那都是鲁鲁粉儿。好，我晓得了。是那个杀虫剂。最近呢，报纸高头说是登了，最近那些农民呐、要用那个农药来杀虫。哎呀，你看嘛，一下就流到那个菜高头了。你看对人体有害的嘛？哎呀，周代表，我说的毒啊，不是那些毒，我是说，人体里面呐、还有很多垃圾。哎呀，你说那些我更搞不懂了。哎，那个垃圾哪个会跑到人体里头去嘛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嘛，哎，我们那个家里哈是个清洁文明小区，哎呀，哪个卡卡过过有那个渣子，我们得喊人给他扫干净，不可能人体的。周代表，我说的呀，也不是那些垃圾。那你说的又是啥子垃圾嘛？我是说呀，它是病毒，是细菌，反正呐，人体里面垃圾如果多了，它就如果出现很多种不良的现象。来，你们看，我这有资料啊。它会出现食欲不振、吃饭不香、休息不好、睡眠不良、气短心悸、头发落地、莫名其妙、心情烦躁、记忆减退、虚火上升。哎呀，医生，我就是有那些症状的嘛。有时候啊，我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掉，有时候呢，这个心情就莫名其妙的烦躁。你看我是不是有毒呢？对头，我也是个的，有时候觉得睡不好觉。糟了，呀，我身体特别有毒啊！哎呀，医生，我也是那个的，有时候啊，我觉得吃啥子都不香。哎呀，我也有毒哦。咦，那个我们家里还那些女娃的各大各都有毒哦。哎呀，是说的别个说的，那个狠毒不过妇人心哦。咋子？你说的啥子哦？我没有说啥子，我说你们心都很好的，哪里会有毒嘛？差不多。哎呀，看起来啊，我们家里哈的人呢，都缺少元素。不是对的。这拿来咋个办呢？那个简单噻，你缺啥子补啥子噻。那我说呢，我们要吃很多种药哟。对头，那我们要买好多东西来吃哦。不用，接下来呀，我就专门给大家介绍我刚才说的那一种药，就是这个万全大补液。它是由中国几百名医学专家秉承祖国的中医秘方，经过精密的提炼和研究而制作出来的一种完全大补液。其中钙、锌、铁一切都有了。特别适用于那种缺锌少肺的啊。不，是缺锌、缺铁、补钙，还有擦血和体内有毒的青年人、老年人和小朋友。对头，你看我们家里还除了年轻人啊，就是老年人，还有小朋友。对头，大家都缺锌少肺。对头，现在我们那个药呀，正在全面的推广，实行八折优惠，八折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那我多买点哈。要得，那去看哈嘛哈。还有没得？还有。来，看一下。来，看跟照。你看，有没有钱有钱？来，要不那个药还可以减肥哟。那个闷得老热啊！亚婶，又在组织大家开会了。小娟，你今天不是休息的嘛？你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他单位头开点会儿。美女，你买的啥子个？亏你还是个医生，连我身体头有毒你都不晓得。看嘛，我今天买了一瓶那个完全大补液，顺便我也给你买了一瓶。哎呀，梅姨，你啷个要去买那种药噻耶？哎呀，白小娟，说你也就是那个不个赵美丽，还不是为你好。你没听到说过啊？
那个说的70%的男同志肾功能都失调。哼，我堂堂一个医生，我会听你乱讲哦？哎，白山不是乱讲，别个那是医学那个权威机构证明的，我们都听到别个医生介绍给我们听的哦。就是嘛，别个医生还说得很准，还说啥子睡眠不好。哎呀，现在生活丰富多彩，那个有一会儿两会儿没有睡好，那个很正常噻。哎，不不不，他还说啥子落头发呀那些。落头发，正常人嘛都要落点头发噻，那不落才不正常哎。人家宣传的还是对的，哎，这个传单上写的有啊，什么食欲不振、吃饭不香、休息不好、睡眠不良、气短心悸、头发落地，哎，莫名其妙、心情烦躁，记忆减退、虚火上升，哎。人嘛都有七情六欲噻，都会有点不顺心的事儿噻。你说那个心情烦躁，那个它很正常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又说那个吃饭不香，那个吃饭不香很好理解的噻。啊，有时候啊，一吃点火锅麻辣烫吃多哒，嘴巴吃少哒，他也会觉得不香噻。哎，连那个这点基本常识，你们那个都不晓得嘛？哎，你莫说哈，我觉得白小军说的有道理哦。哎，白山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个药是假的哦？哎，假的倒不能够说，啊，也不管假不假，他毕竟不会有那个神噻。哦。哪里有他又不是太上老君还八卦炉头炼的金丹，是不是啊？他哪有那么大的功效啊？哎，再加上个别的啊，还有一些厂家，他误导消费者，他把那些有保健功能的东西啊，他都夸大其词，哎呦，说成是啥子药，是不是啊？你即便是啥子药，随而回啊，我喊你们买药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那个东西它的那个生产配好啊，你即便是药嘛，也不能乱吃噻，也不能乱补噻，哎，你这个补很大，它也不行。你就拿补钙来说，人如果补钙如果不多大，哎，他也容易引起啊骨头钙化。哎呀，白小娟儿，别那个医生说还有啥子医学权威机构那个证明？哎呀，是不是根据那个啥子有关权威机构研究认证的嘛？啊，说全国啊有1/2的人缺钙，1/3的人啊贫血，1/4的人呢又说是缺铁，1/5的人呢是缺锌，啊男同胞80%都是肾虚，啊女同志有80%的人啊都是啥子体内有毒儿。哎，我试问了，你啥子机构啊是权威机构吗？他说明白没有？他没有说明白噻，而且都是含糊其辞的。那你咋不早说呢？我哪个晓得你们要搞那个啥子啊免费体检呢？那你那么说，那些医生是骗子哦？哎，那也不能那个说啊，骗子倒不一定是骗子。哎，问题是他们打着这个免费体检呢，啊，义诊的这个名义给病人看病，啊，你说这个其实看病是假。哎，他推销啊才是真的。哎，为啥子啊？这个简单得很嘛，啊，他们可以获得高额的这个回扣噻。你比如，你推销一瓶这个完全大补液啊，就可以从中啊提取25块钱。哦。一瓶25，10瓶就250。啥子能够多提类垃圾哟？我看只有你们这些250才去上那些当。你才是250啊！哎，咋录的？哎，那你是哪个晓得的？哎，我哪个不晓得？哎，我。扯皮两斤不够事，鸡毛蒜皮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公的忧郁闹心烦，那
开电视，打开电视又看到黄的球迷。比尔盖茨的龙门阵还没摆完，网络世界又捡起虚拟手机，管他要说东说西，我